学技术的新发展。同志们，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大疆厂的形势也是大好的，第一季度的生产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你们要出会场，不行。哎，不是表决心，就是嘛。那就上台去抢话筒，干嘛要？这，哦，你是雷海生的徒弟，过去传校红卫兵的头头，大名叫沈灵帝，对不？大名不敢，沈灵帝就是我。哎，这点忙一定愿意帮，啊？那还用说，起掉。你先准备好，什么时候？同志们，看我的手势。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啊、好，可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大家再鼓鼓劲儿，争取把3000吨货轮造出来。师傅，才造3000吨？咱们船太小，条件差。关于技术问题，由董一文同志发言。这个。我发言。厂歌会负责人赵平同志。给我们做了生产报告，可就是没有说出我们造船工人的雄心壮志。就是嘛。请问赵主任，什么时候我们的步子才能迈大一点？你看，跟他师父一个样。是。赵主任太保守了，请回答吧。赵主任，快表个态。心情我是理解的，问题是我们的条件差，步子一时不能迈得太大。等我们有了万吨船台，等我们不能再等了。老赵，师傅，海生，海生，你老王回来了，好消息，好消息啊！没听说你回来了，回来，好消息，来来来，拿着拿着。没什么，快跟我们说说吧。哎，有什么？好好好好好。兄弟厂两艘万吨轮要胜利下水了，在庆祝下水的大会上，局党委周培新同志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喜事：毛主席号召我们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我师父上台了。大船师傅，把您心里话都说来吧。解放前，咱们在这江边上修洋船受洋罪，苦了大半辈子，连个大名都没有啊。解放了，心想这回可得给社会主义造大船了。我这一高兴啊，就取名叫了王大船。可刘少奇一伙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他就是不准我们造啊。一看到五星红旗挂在人家外国造的大船上，咱这心里啊，今天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大船师傅，大造船工业翻身仗这团烈火在我们心里压了多少年呢？今天该让它烧起来了。早等风，晚等风，等来好风就张鹏嘛。
为了早日建成海上铁路，我提议利用现有小船台造出万吨轮。是啊，说到他们心坎儿去了。哎，你看着，是啊，说到我们都是心里话。好少，可是穿的长都不够。没关系，雷兄已经在心里看了。坐到船了，是啊，坐到船了。哎呀，坐到船了，坐到船了。哎呀，老师傅，老师傅有的，哎呀，老师傅，老师傅有的。睡小摇篮，大胖子就得睡大铁床。那我们想办法吧，我们也要做。虎云姐，林弟，你累了，来，我帮你拿。啊，国外远航归来，辛苦了。谁呀？小何，这就是咱们雷师傅的爱人。哦，你好。新中国的女海员。又又海员。老赵，一上岸就听说你们厂也要造大船了。哎呀，都是你那位火神爷点的火，他一个倡议，把我的全年计划冲得个稀里哗啦。你看。大字报都快贴到我办公桌上去了，日子不好过呀。老赵，局里来电话叫你和雷师傅到船研所去开会。哦，知道了。哎，海生呢？我们在等你呢。你们怎么提前到了？我们把船台承压力的数据拿来请船研所鉴定了一下，他们说没问题。哦，走吧。见到老周，可别乱表态啊！这是试验报告。好，好，来，东方号设计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生产了。不过这个任务可相当艰巨啊。哎，老周同志，把东方号的任务交给我们厂吧。他们厂行啊，我们厂有万吨船台，可以保证氮气下水。哎，是啊，老周同志，我们还可以提前呢。哎，你别着急嘛。你们这任务已经排满了，还是交给我们吧。我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厂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厂就这样，咱们抢吧。我心里没底，敌在群众那里吧。这个任务非同一般，我看还是交给老大哥厂去造吧。老赵，你们怎么样啊？怎么，气不壮吗？我们厂的情况你最熟悉了，这个任务我们这块硬骨头我们肯定了。
保证七一下水。好，是中国造船工人的气派。局党委研究了海生同志的报告，认为不仅是有根据，更主要的是反映了造船工人的志气。因此局党委决定把东方号的任务交给大江厂。大江厂可真有办法啊。是啊是啊，长小志气大，你们的干点和真的想法，咱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要帮助啊。哪里哪里。对啊，我们应该好好的向他们学习。是啊。好，再见。七一下水，万吨船台在哪儿？就是纸糊也来不及。经过船研所鉴定，咱们厂的小船台承压力没问题。没问题，有了问题叫妈也来不及了。困难是要想得充分些，不过有你们这些老同志把关。哎，这关我把不了，让我跟着喊说行，我支持，我不愿说假话。我要是说不行，就成了对立面，何苦呢？你的领导艺术啊，可是越来越高明了。你是新官上任，日子长了，你也会有体会的。老赵，老周，你们谈吧，我赶回厂里去组织公关会。好。你调到局里以后，厂里没有第一把手，重担子压在我身上。打翻身仗，担子还有轻的，关键是看咱们的路线对不对头，精神是不是振奋。海生的倡议是代表了群众的心愿，可不能泼冷水呀。好，老高，你是东方号施工责任工程师，这回要看你的了啊。别这么说，你是赵主任亲自点的将，东方号的副指挥，关键在领导吧。哪里，雷师傅想得真周到，请王大船当顾问太好了。船台顾问啊，海生在等着你呢。哦，听说老赵让董一文当副指挥啊，老董有一套嘛。哼，走。来了，老高。哎，我来吧。老高喝水呀、啊，大家喝水。好好好，喝水呀、啊。好好。哎，哎，我有。啊、哦。来了啊！大船爷爷，老顾师傅，好啊，坐坐坐。走。哦，你也造大船了？好，我来看看啊。嗯，这是桅杆啊。哎，这船尾巴还没上下，船台要压垮的啊！大船师傅，大船师傅真是老行家。哎，行，这儿坐。这是顾问席。就这个挺好。老雷请赵主任了，咱们先谈起来。大船师傅，老雷向上级拍了胸脯，这可将了我们一军呢、啊、这回你可要拿出绝招来哦。我先听听。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留一手？造万吨轮我也是新学徒。哎，董副指挥，你一肚子墨水也不能光动嘴不动手啊。这个你放心，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老反革命分子温伯年，我们不干谁干呢？啊，造东方号小船台的承压力是没有问题的。是啊，就是长度差30米呀、啊、对，大船师傅牵的是牛鼻子。咱们就这个问题攻一攻。对了，这船台长度最要命，东方号这么大个，头躺不下，脚伸不直，难。大船师傅，谈谈你的看法。海生，这一刀从哪开得慎重。我琢磨着咱们，我看还是先捂捂虚吧，端正一下对打翻身仗的态度。老董，大家摆困难找矛盾，这
这很好嘛。我是说，只要有决心，就上嘛。啊，东副指挥，小川台上造万吨轮，不想扎实了怎么上？既然小船台的长度把我们卡死，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动动脑筋呢？你是说不动小船台？对，方向对头。再说明确点。明确嘛，把东方号化整为零。化整为零。老董，咱们造船工人干活是榔头敲钢板，实打实硬碰硬，来不得半点含糊啊。你说的是造船还是拆船？越说越玄乎了。哎，各种观点都可以谈嘛。大船师傅，你一直说要造大船，怎么真的要造了又反对起来了呢？我反对，刘少奇才反对造大船，咱们厂反革命分子温伯年才反对造大船，我反对邪门歪道。现在是研究工作，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吗？你，大船师傅，老董的话咱们可以听听。老董，你说下去。既然顾问说我是邪门歪道，那我还说什么呢？好好，我碍事，这个顾问我当不了。哎，大船师傅，大船师傅，当心翻船。大船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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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船师傅。公关公关不欢而散，八字还没一撇，上上下下就乱套。新造大船，我就不跟你了。你看不上我这个师傅，我倒挺中意你这个徒弟。嗯，别光咋咋呼呼的，得多动动脑子。啊，船师傅，大船师傅，
谭师傅。雷师傅，小何，你师傅呢？师傅啊，别提了。怎么？对打翻身仗不起劲儿。哦，雷师傅，我做梦都在喊翻身翻身，可他说，别光咋咋呼呼的，要多动动脑子。你看这。我同意你师傅的观点。你。这是什么？穿台模型呀。你师傅摆弄这个干什么？利用水下延伸部分，这向黄浦江要长度。哦，这样的师傅打破铜锣你也没处找。哎呀，我干活去了。师傅，我大船师傅，下夜班了。上早班。您这是？指挥部的人马要来了，我搬走。您是船台顾问，怎么能走呢？我是反对造大船的。这是气话。我知道您心里呀，比谁都急。昨天让你窝火了。哼，姓董的就会看风使舵，顺杆爬，特滑。你要吃甜的，他给你端糖罐；你要喝酸的，他给你拎醋瓶。听他的，准翻船。您的心思我明白，可董一文到底有什么想法，咱们让他说出来也好嘛。再说他还是技术组的头头。头头？哼，过去跟温伯年打得火热，一口一个温总温老师，现在又缠上老赵了，张嘴就上啊上啊，他让我们上哪儿，我就是吃不透他。您的话我记下了。咱们修船检查钢板质量，光凭眼睛看还不行吧？那是，年代久了，保护期太厚。对呀，铲掉保护期，才能看清哪块是好的，哪块是坏的。你的意思是？这可是个细致活啊。这，哦，船台启动活我不熟悉，从今天起我搬到这住，碰到个难题也有个商量，我要是有什么差错，你也随时提个醒。哎呀，这儿冷啊，在您身边冻不着，收下我这个徒弟吧，海生啊。
澜的斧子，您还记得吧？是你保存着它。已晃十年了。是啊。为了造大船，他跟咱们一块儿受过气呀。那些事儿，咱们是不会忘的。咱们不能光憋气，要为毛主席争气啊！要用我们的双手建设海上铁路。董一文说，小川台是死路一条，不，我们要它水路一条，向黄浦江要船台长度。哦，你把我的心思都摸透了。可就是这水下常年冲刷，会不会掏空了？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去尝一尝。对。也能造大船，这个设想可取。你为什么不早说呢？现在群众对老雷的方案兴趣很大呀。我要是贸然提出什么新的想法，人家会说我跟老雷唱对台戏。这种顾虑没有必要嘛。现在是骑虎难下，快点把你的方案搞出来吧。啊，好吧。温伯年说你搞那个方案太愚蠢了，他又给你拎了拎。这个老家伙想的真妙，一切为了船台安全，正合赵平胃口，妙。一文，你别跟他再来往了，他说专案组在追问他新的问题呢，要他彻底坦白，争取从宽处理。姓雷的抓阶级斗争，绝不是对温伯年这条落水狗感兴趣。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说什么？有了他，我要让他们开工有日，完工无期，把船体泡在黄浦江里，开废品展览会。你不想活了？我不想像现在这样活着。文化大革命逮捕了我父亲，打倒了温伯年，我也落在一个抡大锤的手下打杂。这是下次批斗温伯年的提纲，告诉顶住。你把我也给毁了。我一点伤风感冒算不了什么，回去吧。哎，你死了我也不管。哎，他总
是担心我的身体，真没办法。拉倒，老雷和大船师傅想出了一个办法，决定利用船台的水下延伸部分解决长度问题。我们马上到船研所去。去船研所鉴定船台数据。哦，那好啊。这样干法没见过，我不同意这个方案。哎，怎么办？是啊，走，找赵主任去。对，走，走。哎，赵主任来了。哎，赵主任，赵主任，赵主任，我们要找你。赵主任，我们有意见。是吗？好啊。为什么让我们东方号停工讨论？为什么讨论他的方案呢？集中精力，统一了思想再干。哎，那对雷师傅的方案，你为什么不搞统一思想呢？是啊，为什么？沈灵帝同志，造大船靠冲冲杀杀是不行的，这关系到科学，懂吗？压制工人的积极性也是不行的，这关系到路线，你想过吗？灵帝，雷师傅，我都知道了。既然老赵已经决定了，那就先讨论老董的方案。这，雷师傅，你可别这么说呢。比较比较也好嘛。好，走，比较比较去，是要比较一下吗？走，这些小青年真难弄，是要你来帮我压压阵。哦，让我运动群众啊！哎啊！经过船研所鉴定，船台水下延伸部分可以利用。哦。归根结底，还是大胖子睡小摇篮嘛。这总归是条险路。老董的方案就不同了，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柳暗花明还又一村，哎。他的方案最大的特点是把船体化整为零，分而治之，而且可以。都快着迷了。哎，是我。哦，学习。哎呀，没时间呢。啊，这样吧，你带我主持一下。喂，学习我们两个准时参加，老赵还要发言。学习还找人打替工，当心主机出故障。老赵，哎，老董，方案公布以后，群众的反响很大呀。好，好极了。老雷。去船研所这么快就你也不慢嘛，形势所迫，我就来了个突然袭击。你看我那个设想还有点参考价值吧？很有价值。好，有总指挥支持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方案的现实意义。很明显嘛，前提是确保船台安全，造好一段下水一段。说句笑话，这也是受到你们水路一条的启发呀。那就是说，我们只管把分段推下黄浦江，不交给老大哥厂去拼装。完全正确。我看再干脆点，分段咱们也别造了，把钢材直接送给老大哥厂，请他们替我们造，那不更省事了吗？老大哥厂，几艘万吨轮等着上马，几个万吨船台排得满满的，我们要等到哪一天呢？分段泡在黄浦江里，天长日久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想过没有？到那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宣布我们这场翻身仗的失败。既然总指挥提到了政治高度，我就只好收回了。既然拿出来了，何必收回呢？事关路线，两个方案都交党委讨论。赵主任，这有必要吗？有必要，很有必要。好吧，我是为了船台的安全。我不同意你这种做法，何必把什么都扯到路线上去呢？老赵，不要合自己的胃口就不做阶级分析。他这个方案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出来的？我动员他拿出来的。选择这样的时机也是偶然的吗？你们的方案没落实，他正好露一手。充其量也不过是想一鸣惊人。事情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董一文的老婆最近经常去文伯娘家里，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那是个别人的反应。当心，有人表面上帮你划桨，骨子里却是让你触礁。怎么样？散会吧。好，走吧，走吧。哎，走，走啊。老赵，真是的，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海生的意见很对。海生啊，施工要抓紧进行。好。可老赵，趁热打铁，我再跟他谈谈。意见可以保留，不过要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呀。既然决定上海生的方案，那就让他抓万德伦，我只管我那摊子。怎么能说他的你的，都是党的事业。海生是文化大革命中选拔的工人干部，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他敢于负责，敢于革命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啊？我和他的处境不同，你还不清楚，他是路线斗争中杀出来的，可我是烧出来的，我不能再犯错误。这种思想真叫人担心呐。要说烧，我比你烧得还厉害。群众运动的洪流冲掉我们身上的污泥浊水，这是好事吗？不应该消极地吸取教训。老周，现在干部难当啊，说话没人听，群众什么都有意见。我不这么看，这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群众对我们执行什么路线，时时关心，处处把关，我们应该感到幸福。赵啊，要正确对待群众。
刚才党委开了会，决定上海生的方案。不要灰心呐。你的方案没通过，可是设想还是很大胆的。不，老雷的方案比我想的稳妥扎实。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你是副指挥，应该协助老雷打好这仗。你放心吧，我不会袖手旁观的。方案是通过了，可老赵思想还有保留。你们都是在船台上滚大的，他又最早结合进领导班子，造船工人的心愿他应该理解呀。他当了多年厂长，习惯了老一套，旧的东西又回潮了，人要帮，船也要造出来。顾师傅，你还没表态呢。造大船我100%赞成，可就是人手不够啊。哎，你不能光算老师傅，还有我们呢。对对，还有我们的大船，我们也参加。行了，是啊，就是啊，对呀，太保守了，就是上我们，对，我们也是上大船的，太小看我们了，你是上我们天津大字报，就是嘛，对，天津大字报，教坏也没用，再学2年，这是赵主任的命令。这下完了。争取。哎，雷师傅来了。雷师傅，雷师傅，雷师傅，前面这里。老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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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事啊？顾师傅说。来生，在跟我赌气呢，都想上船台干活。前2年，带着红袖章，冲冲杀杀是不错。可现在是搞生产啊，搞生产也得有冲冲杀杀的劲头。对，就是嘛，意图不许上船台，这是制度啊。师傅，一句话，上船台到底有没有我们的份儿？对，别说了，太棒了，有你们的份儿。是一场革命，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要学杨子荣，越是艰险越向前，要大胆谨慎，懂吗？懂了。Thank you.
再给我十个电焊工干。嚯、哦，你的胃口真不小啊！我到哪儿给你变出十个人来？那我只好让意图上船台了。你疯了，没满师的意图不能上船台，这个制度不能破。海生，尾部分段差不多了，试调要特别当心。好，我这就去看看。好的，海生啊，这人手已经给你解决了，你找高工程师。好好好。上马两个多月，现场来的太少了。这里有老雷挂帅了，不能当观潮派。大川师傅说话很中肯，咱们脑子里哪条焊缝有沙眼，看到就指出来。哦，给我补沙眼啊！沙眼是隐患，不补准遭难。走，检查一下大河龙的准备工作。飞机这来干什么？人呢？挺紧张，你们在飞艇这干什么？谁呀、啊？老顾师傅。林弟。这是我们在练兵呢，争取上大船参加战斗。检查一下质量吧。合乎要求。你的主意？不是雷师傅。顾师傅，你行啊。不是我行，是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他们思想，海上铁路还得靠他们铺下去啊。你看他们能不能上大船呢？能能。哎，赵主任不同意怎么办啊？我给他干。哟，顾师傅批准你们上大船了。是是是，顾师傅你真的同意了。快来呀。是大有作为的。今晚突击尾部，按时吊装合龙。好。什么事？温伯年说，现在在追问他叛国投敌的同伙。还说什么？他说他顶不住了。告诉他一定要顶住。我要是垮了台，他就有无翻身之日。你，我要叫姓雷的自顾不暇。吊装数据准确吗？没问题，你再过目一下吧。准确就行了。大船师傅，小啊，刚检修过，没问题。
两部吊车同时吊一个分段，要是快慢不一致，可要出大问题啊。放心吧。什么事儿？老赵找你呢。啊，我就去。等你呢。走走走走。前吊车马达我都仔细检查过，真是活见鬼了。嘿，船尾太重，吊车吃不消啊。不可能，昨天试吊不是好好的吗？我早就说过，搞这么大的工程，大风大风是不行的。老赵，你冷静些。我冷静得很。现在吊车压弯了，船尾砸坏了，不能合拢，船台随时都可能出问题。同志们，这样下去意味着什么？
这样严重的责任事故，一定要追查，一追到底。高一舟，高一舟在哪儿？你把所有的数据都拿来。换洗的衣服，要起航了。嗯，你们这儿刚起了点风浪，我们那儿就摇晃起来了。有的人说，自己造船就是不行，还是买的好，租的牢。文化大革命批臭的东西又犯起来了。100年以后，也还会有人出来吹冷风。你告诉海员同志们，我们一定会造出最好的船。让你们开着它，顶着大西洋的狂风，冲破好望角的恶浪，远航5大洲3大洋。好。来的时候没能接你，走也不能送了。忙你的。没帮助好海生完成任务。经过化验，证明咱们的分析是对的。在烧坏的马达里发现有盐。你记得吗？在解放初，特务搞破坏，就在马达里撒过沙子，浇过盐水。对，肯定是有人破坏。这个人。看来还是个行家。看看去。谁来的？朋友。敌人是不会让我们太太平平打翻身仗的。党的九大告诉我们，失败的阶级还在，还要挣扎。可是我们有些同志
至今还认识不到这一点。老赵就是这样。老赵是咱们的阶级弟兄，不能让他掉队。对，就是用摆动高调也要把他拉过来。对了，最近领导决定马上要搞一个重点建设项目，我要去参加那里的101号筹建工作。你们的大合龙我赶不回来了，下水典礼一定来参加。好。雷师傅，你找我？听说事故前你在吊车附近看到过董一文，啊？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哦。走，看看去。走。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条恶狼。老赵，船台下沉了，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这些天对我们是个考验呐。是啊，高工程师，你能和我们工人一起战斗，人叫人心里头高兴啊。我做的还很不够。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新气象。是啊，我们工人欢迎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啊。雷师傅，吊车一时修不好，怕影响大合龙。是啊，我想借浮吊进行大合龙，你们看怎么样？好，只有这个办法了。那好，你去找老赵批一下。过去你在东方号上的正确态度，群众心里是赞成的。可现在时髦老雷那套你说了也没用。不见得，他有群众支持，这也是群众的看法，这一次我绝不迁就。老赵，雷师傅说请你签字。借水上浮吊？嗯，你们还要出新花样？船台在下沉，吊车一时又修不好，不借浮吊怎么合拢？你们当初想到今天就好了。老高，浮吊开到虎山湾去了，我们技术人员可不能把领导引向歧途啊。你指谁？我指事实。什么事实？某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不惜压垮船台，这就是事实。你太卑鄙。别吵了，你回技术组把事故前后做个彻底检查。老赵，你东方号你不要过问。船台，东方号。喂，先生，到了黄河该死心了吧？老赵，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为了保住船台，东方号必须立即推下水。什么？半截子推下水？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啊？下水以后还可以造啊，这是唯一两全的办法嘛。质量怎么保证啊？总比倾家荡产好。这么重大的事情应该经过党委会讨论才行。时间来不及了，我不能让你和船台一起毁掉。
半生啊。出了什么事儿？大船师傅，这副担子我们得挑起来。有多大分量？你说吧。老赵决定把大船半截子推下水。啊，他这是想干什么？雷师傅，老雷，这是船台数据，这是东方号的施工方案。怎么，你不干了？是他们不让我干了。老高，怎么回事？老赵不准接浮钓，董一文还在一边敲边鼓，火上加油，东方号要给毁了。林师傅，老赵真的要把东方号推下水？世代造船工人的心愿，飞向黄浦江，驶向大海，向毛主席汇报。可是现在，大船师傅，你说这算什么？海生啊，以后有了大船台咱们再干吧。怎么，这一阵风你就吓趴下了？船台是我们的命根子。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我们的命根子。你没听见啊？厂里到处风言风语的。你海生啊，我担心有人要坑害你呀。这股风不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有些人想逼着我们半途而废，好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老顾师傅，你放心，我是毛主席的造船工人，任何风浪我都能经得住。为了早日建成海上铁路，就是把我当作一根枕木、一块石子儿铺上去，我也心甘情愿。同志们，各自做好合拢准备，我去虎山湾界浮钓。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绝不允许开倒车。
看吧。你去。海生，事到如今了，你还想干什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我提醒你，现在可是新班子新人马，新班子新人马也有路线斗争。你作为新干部，不要在群众中制造麻烦。对错误的领导，就是要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不要再搞那套了。什么？你这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你是对革命群众运动有怨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抵触，这就是你一错再错的思想根子。这样做的后果你考虑过没有？我考虑过，再不把东方号推下水，我们都要跟着船台一起垮掉。老子怎么这样？把斧子交出来，把斧子交出来。给我，办不到！怎么他疯了？这太不像话了！斧子给他，王大传，你就把斧子给他。看看这把斧子吧。解放前，我们举着它跟帝国主义反动派斗过。解放后，我们又用它为祖国建造了第一批快艇。在那不平凡的年月里，我们又粉碎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封锁破坏。正当我们要把造船工业搞上去的时候，在刘少奇一伙卖国贼的支持下，走资派硬从我们手里夺走了这把斧子。记得那天夜深风寒，潮大浪高，多少师傅们守着这小船台上不肯回去，大伙含着眼泪，心里翻腾着，向走资派质问，你们这样做是为什么？难道我们为祖国造大船还有罪吗？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这把斧子重新回到我们工人手里。今天正当我们举着它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的时候，你也要从我们手里夺走了它。你这是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这一斧子你能砍得下去吗？可我这样做也是有群众支持的。同志们，我也收到了一封信。写的什么内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他不敢把名字亮出来，盗用革命群众的名义。你们好，让我们看一看。谁敢盗？就是，就是。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啊，站住！谁写的？把他揪出来！把揪出来！把他揪出来！董一文，你把信给大家念念。啊，他写的。
是你。上来念呢。这董副知会，这回你怎么不敢上了啊？这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你的目的也很清楚嘛。老赵，我可是一心为了保川台的呀。保川台？你往吊车马达里倒盐水干什么？你这是政治陷害，我要控告。这是你的吧？原来是这小子在拿的，这块特快的，站好。还想抵赖吗？连你的老婆都不愿意陪你殉葬了，带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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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董一文！打倒董一文！立即严法律令！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下沉更严重了，韩生怎么办？浮雕线来了，马上大合拢。好，不能合拢，风雨太大了，大风雨能锻炼人呢。走，走，上船台啊！要到了，快走啊！不要马上就到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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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法呀，沉住气。小何，哎，再去拿根缆绳来。好。怎么，你得赶快上去换绳子。这么高怎么上啊？不行啊，这样干太危险了。时间不等人，我去想办法。师傅，哎呀，啊，缆绳。好，大船师傅，给我。你不能去。哎，老赵，你替我指挥。师傅，有人上去了。是海生，海生啊。老赵，你来指挥。我去接缆绳。师傅，危险啊！
成功了。是船行大海，丢掉了罗经就要偏航，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就会把三家村错看成又一村呢。生活是严峻的，我总以为九大以后会平静一个时期，可是没想到生活就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停止了就意味着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老赵，把自己当作一滴水，汇入时代的洪流，永远向前。万吨船台已经批下来了。哦，海生，今后的日子好过了。和今后的任务比起来，它还是一个小船台。哎，发扬小船台造大船的精神嘛。造大船，您盼了半辈子了。今天，您亲自把它送下水吧。
水。